想要切成牙状，但如果没有削皮刀，可以直接用刀将苹果切成四瓣，然后去除中心。建议使用削皮器，这样就可以把皮削得更干净一些。如果没有除核工具，削皮之后绕开苹果的核，把苹果切成四瓣，然后将苹果瓣平放在案板上切成片，厚度按照自己的喜好决定。如果您没有去核工具，也可以把苹果削皮后切成两瓣，然后用勺子去除核。接下来再按照您的喜好切片。您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切苹果片。首先，将苹果两头切掉，然后用除核工具去掉核，削皮，再握住苹果切片。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去核的情况下切苹果，先削皮，然后再直接切片。切的时候去籽，这样您就可以把苹果切成好看的星星形状，用来装饰苹果派。